Diagram C show a logo clicked with combination of two circle and a right angle triangle， 就是这个图形。然后它告诉我它的 radius for 大的 circle 和小的 circle 是 3.5 跟 1.75， 这一个 3.5 跟 1.75， 所以我在这边这一个是 3.5， 然后这一个是 1.75， 这边这一个 1.75。然后我们 assume 它是连着的啦， OK， 所以这边是 1.75， 这个是 3.5。 好，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告诉我它的 height 是 10.67， 这一个是 10.67， 是它的 height， OK。然后题目要的是什么东西呢？题目要的是perimeter shape of region in blue， perimeter of region of in blue， 所以是这一边，然后加这个，再加这个，这个加这个，再加这个，再加这个，所以他要的其实是这边这样的这一个东西， OK。然后再加上这边这条线，还有这条线， OK， 你就心里想这样这样，然后它是类似它的 tangent 这样的东西了， OK， 它是 tangent 来的这边。这一个是 1.75， 然后在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这一条线也加上去， OK， 它的这整个是38度，所以它分一半的话呢，我的38除2它会拿到19度，这边是19，这边也是19。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是有两个那个直角三角形，在这一边其实是三个直角三角形，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有第一个，然后过后呢我们还有第二个，然后我们还有第三个， OK， 我们有三个直角三角形。这样，第三个是这样，三个直角三角形。虽然讲我在做 A 的部分不用用到三个直角三角形，但是我都把它弄出来一下啦。在这一边的时候，它这个是19度，然后这个也是19度，这个也是19度，然后这一边是 1.75。这一边是 3.5， 然后这一边是 10.67， OK， 然后我这一边我给它名字的话呢， A B C D， 然后 E F G E Q， OK， 好，所以这个是 A B P， 这一个是 A C Q，这一个是 A D E， 好，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这一个是 opposite adjacent 度啊 tangent， 所以我的 tangent 19度等于 1.75 over AB， 所以我的 AB 等于 1.75 over tangent 19度，所以在这一边它这一个呢就会是1.75 over tangent 19，然后所以他拿到的是 5.082。 然后我的那个 AC 的话呢，
它是3.5，over tangent，所以是这个。然后我的 AD 的话呢，它会是10.67。好，这个是10.67，这个是10.16，这个是5.08。OK，然后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90度，这个的角度就会变成90减19，拿到的是71。这样这整个呢，就会是71乘2，然后142度。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的 circumference for P 会是等于2πr，所以是2乘22/7，还没有告诉我 r 是多少，派是什么，我就用22/7啦，然后1.75。所以是2乘22/7乘1.75，我拿到的是11。然后我的 arccf 会是等于142度360乘2乘2π 乘3.5。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它这一个是142。360乘2乘22/7，然后再乘3.5，所以他拿到的答案是这样，8.678，OK。然后所以它的 perimeter of region improved。So perimeter for region improve 是11加8.678，再加上这个是10.16，两个10.16，所以我在这一边11加8.678加2乘10.16，然后我拿到的答案是39.98，接近40了，啊。40cm，OK，39，10.67，它是39.17，OK，39.17，这一边这一个，这一个我有弄错吗？8.67142，360，2π 3.5。8.678，好吧，可能姨妈给的答案错吧，142度对，然后这边是3.5 tangent over a，3.5/AC 等于 tangent over a opposite adjacent，3.5/tangent 19啊，对呀、啊，所以它在这一边是3.5/tangent 19，10点多，2πr，二乘22/7，二乘22乘1.75除7，对，OK 好。然后 area of 那个红色的范围，红色的范围的 area 的话呢，我们就这一个，OK，360减142，然后它会是等于218，所以这一边是218度。我拿整个减掉这一个，再减掉两个三角形。So，我的这一个
218度3.5啊，so 这个是 sector area for sector 等于这个是218 per 360乘 pi 乘3.5 square，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218 per 360乘22 per 7，然后乘3.5 square，所以我拿到的是这一个23.31。然后我的 area for 三角形，那一个ACQ，这一个 area for 三角形 ACQ 是二分之一乘底层高，二分之一乘10.16。乘3.5 area for 三角形 ADE 是二分之一乘10.67乘10.6710.67除10.67呢？这个10.67 tangent 没有，这个是30.98。哎呀，30.99，OK。30.99，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那个0.5乘以0.16乘3.5，然后拿到的是这一个17.78，然后这一个是0.5乘30.99乘以0.67，然后我拿到的是165.33。所以我的 area for rate 的话呢，会是等于165.33减掉23.31减掉两个17.78，所以我在这一边165.33减23.31减2乘17.78，然后我拿到的答案是106.46，106.46，cm 是吧？好，108.1，something wrong 啊，OK，3.5 1.75，好，就是这样。我在想，这个应该是我学生给我的答案了，应该不是 schema 的答案了，这样。好，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发现呢，我在这个地方做错了，这一个是38度，这一边这一个是38度，所以它这一个是那个10.67 over 那个 tangent 38，所以我拿到的是13.66。所以这边这个是那个13.66，所以在这一边这一个是二分之一乘13.66，所以是1/2乘13.66乘以0.67，所以我拿到的是72.88，13.66，72.88，所以我的72.88减23.31减2乘17.78，然后拿到的是14.01。对，14.01。啊，